当我开小号测试我闺蜜时，龟在吗？整天龟龟龟的，烦不烦啊？她最近总是对我很不耐烦，要不我开个小号测试她吧。小子子你好。你好，请问小子子可以处闺蜜吗？当然可以呀。但是你的头像。哦哦，我那是觉得这个头像很可爱的才换的，你不要介意哦。好，那龟我们换头像吧。好啊，龟宝。龟这两组可以吗？好啊，我们换上吧，龟宝。嗯，龟宝选的真好看。嗯，那龟宝我先下了。嗯，好的，龟宝。龟，你怎么换头像了？我换头像是我的自由，你管不着，而且关你屁事。还有，我现在我跟你说，我有新闺蜜了，所以我们绝交吧。哎呀，怎么不说话了？对方一脚您拉黑，哈哈，还真胆小。我一定要让她尝尝被闺蜜绝交的感觉。龟，我们绝交吧。为什么？是我对你不够好吗？呵呵，你还不知道吗？知道什么？其实怨就是我。猪，冤死我的大号。什么？你就是冤？你竟然用小号测试我？对啊，怎么了吗？谁叫你一直欺骗我，所以我要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。不是龟，我错了。呵呵，晚了。对方一脚您拉黑。喜欢这个视频吗？那就点个赞加关注吧。我们下期再见。